够不到，够不到就别拿了。买完了，现在呢，我们已经从外面回来了，然后他们各自在各自的房间里整理东西。走，带你们看一下，看他们整理好了没有。爸爸现在在订酒店，我说你早点订，早点订，你非要明天去呢，今天晚上订酒店。哎呀，现在是网上多方便了。看好了没有？看好了，然后是一个离那个钟楼特别近的一个酒店。哦，刚好那一块玩的也比较多，四周是不是？对，环境也比较不错。大家还不知道我们去哪里吧？我们要去西安，因为西安的话离我们家相对来说比较近一些，因为元宝不是比较小吗？我们不能去离太远的地方。对，这样有什么事情着急就回来了，开车也就三四个小时，特别近。对，行，那你赶紧订好吧，订两间、嗯、行不行？行，好嘞。看看这两个人整好了没有？姐姐在打扫卫生。亲宝，你的东西呢？快好了，现在在中。哎呀，妈妈看你叠的衣服乖。哦，全是这样卷了卷，是不是？省地方是不是？嗯。哇塞，在哪儿学的这个？自己想的。自己想的，在网上吧，网上这种多。行，自己给自己东西整理好，妈妈就不操你的心了哈。姐姐，姐姐只能明天回去再拿东西了，对不对？因为姐姐特殊情况，明天我们回去再整理姐姐东西。我们是明天，下午吃完中午饭，下午去，是吧？对。那行吧，那你们两个这个房间就交给你俩了。一会儿把这个地下也扫一下、拖一下，好吧？你又叫我干嘛呢，爸爸？怎么了？别叫别叫，季某妈出去办事了。啥意思？就是季某妈明天不知道能回来不能回来。如果季某妈回不来的话，咱们只能带着季某去了。如果季某妈回来的话，咱们就一起去。那刚才那个房间定了，能还怎么办？受不受影响？这个不受影响，可以退了，行了。可以临时退是吧？对。哎呀，那好可惜，我要把这个消息给季某说一声，看季某什么反应。姐姐，姐姐。跟你说一件不好的事情，你妈妈明天不知道能不能回来，不知道能不能一起去。啊，那好可惜啊。那怎么办？那你说吧。那如果她真没回来的话，那我就跟你们一起。到时候咱们一块儿行不行？妈妈有事情，办完的话咱们就一起去，办不完的话咱们去，行不行？我姐姐是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必须去。没事儿，开学了嘛，开学咱们然后提前几天出去玩，回来要好好学习，行吧？对。咱们到时候看情况，一会儿跟妈妈联系一下，行不行？你又叫我干啥？我都不能安上一会儿，爸爸，我在整理东西，怎么了？还有不好消息告诉你。又咋了？咱去那两天，它都下着雨了呀。啊，真假的？你看，西安市，看到没？啊。你看，星期五、星期六、星期天，连续三天。三天还是大雨。对。那咋办？那去还是不去？到底？别去了几天，然后下了几天雨，咱们又出不去，那咋弄？下雨的时候，咱可以去室内那些地方玩。哪些人室内？咱去的都是室外的，我们那个做那个攻略都是室外的。室内也有啊，像什么兵马俑了、博物馆了，让他们参加个学习学习。他们想去那个野生动物园了，秦岭那个野生动物园。学习学习历史也行吧。哎呀，怎么这么多事情？一出发了之后，不知道就是在西安的朋友们，就是这两天不知道有没有下雨。哎呀，头疼头疼头疼！每次出门前都是突发状况，老是很多。哎呀，那咋弄呀？到底是去还是不去？现在又开始犹豫了。你去的话，都是在那个宾馆里待着；不去的话，什么都订好了，有点可惜。唉，不行，这样吧，去就去，爸爸，行吧、嗯。反正什么都订好了，咱们就去吧。去了就是换个心情也行呀，去那边看看风景，换个心情也行呀，行不行？没事，西安可玩的地方还是很多的。要不然太扫他俩兴了，行不行？就不给他俩说这个消息了，到那具体看情况，好，好吧？好，行吧，那今天就这样了，拜拜吧。拜拜。